你给我叠带花痴啊！你晓得反花痴？老师来了。哦，老师好，我是李真美，你是外部婆。啊，我是高文龙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国标舞老师刘真。我怎样？刘真老师有得过很多比赛的冠军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还有给你按赞哦。 谢谢，那你们以前有学过国标舞吗？我跳过土风舞，我有跳过有氧舞蹈。没错，算你们有点舞蹈基础。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国标舞就是Tango。错了，是恰恰。恰恰。啊，不过应该我讲今天学的是Tango。Tango 对你们来说太困难了，所以老师今天选择比较简单的恰恰。啊，不过。应该都应该是啊，被老师跳不掉啊。那就跟我一起来开始学习吧。一开始的时候右脚后退，臀部在右边，然后重心回到左脚往前，叉叉叉，左脚前进，右脚原地向后叉叉叉，再一次后退，臀部在右边，左脚叉叉叉，好前进转，转身。哦，你还鬼啦？哎，其实是大空的呢。 老师，我看哦，拢不啥啥，你跳手机呐？你可没当哦，跳一段完整的舞给我们看。当然可以啊。回来哦，李真美。嗯。老师。 哦，你唔那谁料水，跳不起啊？你就水的呢。我刚每当跟你讲款啊，当然可以啊。袂用的，脚手这么笨，当美术跟那僵尸的。你若跳恰恰，恐惊会有肢体协调障碍。哎，啊你个好卡多会去。其实国标舞没那么难，恰恰更简单，只要掌握几个诀窍就可以了。来，你们跟我再一次，我们从分解动作开始。好。 重心站右脚，左脚点，好，左脚往前一步，然后原地叉叉叉，然后右脚原地后退叉叉叉，右脚后退原地叉叉叉，然后我们进入扭扭，这时候右手往上延伸，左手在旁边，很好，对，延伸到手指尖，二叉叉叉，好，换一边，左手往上，后背拉起来，二叉叉叉，再一次右手往上。 延伸，叉叉叉，然后一个Spotten转，二叉叉叉，然后Turn Step，并脚向侧，对，并脚，哎，老师，因为我们耶诞舞会要跳舞，所以可不可以学双人舞步啊？当然可以啊。哦，对，那你们现在可以把手牵起来，男生手在下，女生手在上，面对面，把手牵起来，嗯。 对，然后就像刚刚老师教的，一个前进，一个就后退，所以从真美后退开始。哦，对，所以你预备右脚后退开始。好，预备，走，后退原地叉叉叉，对，然后换真美前进，对，然后后退一地再叉叉。真美，你跳错了，我来示范一次给你看。 来试试看啊！哦！啊！我！你唔得卡死啦！你！哈？我！啊！你哪唔讲？我系出不了奥登卡。
师，我好像跳得很烂。没关系，刚开始都会这样，只要多练习就会越来越好了。哇，老师，你不止舞跳得好，你皮肤也好好哦。哇，看不出皱纹，又好白嫩，你的秘诀是什么啊？保养皮肤啊，我都是多喝水，然后要有充足的睡眠，不要吃油炸的食物。然后呢，要记得清洁皮肤，还有选对的保养品很重要。像我都是用含有青酒粕跟红酒多酚精华的保养品来保养我的皮肤。好了，真美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，记得回去要多练习哦。我一定会。下课。谢谢老师。多练习哦。哇，这还是辛苦啊。哇，别来。哎，你想到倒位去啊？哦，你打算讲我要跟你同齐洗啊？你水面啊你！我当然是去男浴室啊！我无可能让你目睭食我冰淇淋，好不好？真不会扮演。嘿，到底是像正神秘人来扮演啊？我是查某囡仔。敢是？我哪看不出来？敢是？哼！是啦。我需要呢。啊，老师，你好会保养哦！当然要啊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刚已经擦过了。老师，你不止人美，还很会跳舞。而且人又很亲切，很多男生追你，对不对？你嘴巴真甜。其实真美，你只要和我一样认真保养，然后好好学跳舞，一定会越来越漂亮，也会越来越多人追的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我一定会跟你学习的。